大家好，我是在美国大学教汉语的 Crazie 老师。今天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。Moss 想学做饭。这个故事啊，是一位刘老师写的，我做了一些改动。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第一遍，听故事，看看你能明白多少。Moss 想学做饭。Moss 今天很高兴。他为什么很高兴？他高兴，因为他今天要学做饭。他不会做饭，可是很想学。他在中国有一个朋友，他中国的朋友很会做饭，他的朋友叫阿如阿拉。阿如阿拉跟 Moss 说：“你想学做饭是不是？我可以当你的老师。”Moss 跟阿如阿拉学，他学了一个月，他学得很快。可是，Moss 有一个同学，他叫 Chevar 也很想学做饭。他跟 Aruara 学，他也学了一个月，可是学得不好，他学不会。Chevar 哭了。Moss 跟 Chevar 说：“Chevar。”你为什么哭？切巴说：“我学做饭学得不好，我学不会。”Moss 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哭，你可以学。”切巴跟阿鲁阿拉学，他学了4个月，他学得不快，可是学会了。切巴很会做饭了，他很高兴，阿如阿拉也很高兴。第二遍，我们看着汉字一起读，好不好？Moss 想学做饭。Moss 今天很高兴，他为什么很高兴？他高兴，因为他今天要学做饭。他不会做饭，可是他很想学。他在中国有一个朋友，他中国的朋友很会做饭。他的朋友叫阿如阿拉，阿如阿拉跟 Moss 说：“你想学做饭是不是？我可以当你的老师。”Moss 跟阿如阿拉学，他学了一个月，他学得很快。可是 Moss 有一个同学。他叫 Chevar 也很想学做饭。他跟 Aru Ara 学，他也学了一个月，可是学得不好，他学不会。Chevar 哭了。Moss 跟 Chevar 说：“Chevar，你为什么哭？”Chevar 说。我学做饭学得不好，我学不会。Moss 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哭，你可以学。”Chevar 跟 Aruara 学，他学了4个月，他学得不快，可是
学会了，杰巴很会做饭了，他很高兴，阿如阿拉也很高兴。第三遍，你可以看着汉字，还可以看英文的解释。Mas 想学做饭。Mas 今天很高兴。 他为什么很高兴? 他高兴，因为他今天要学做饭，他不会做饭，可是他很想学。他在中国有一个朋友，他中国的朋友。 很会做饭，他的朋友叫阿如阿拉。阿如阿拉跟Moss说：“你想学做饭是不是？我可以当你的老师。”Moss跟阿如阿拉学，他学了一个月，他学得很快。 可是Moss有一个同学，他叫Chevar，Chevar也很想学做饭，他跟Aru Ara学，他也学了一个月，可是学得不好，他学不会，Chevar 哭了。Moss 跟Chevar说，Chevar。 你为什么哭? Chevar 说：“我学做饭学得不好，我学不会。”Moss 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哭，你可以学。”Chevar 跟 Aru Ara 学，他学了4个月，他学得不快。 可是学会了，Chevar很会做饭了，他很高兴，Aru Ara也很高兴。你会做饭吗？你做饭做得怎么样呢？在评论中告诉我吧。我是有一点风的Crazie老师，我们下一个故事见。